这次小北可能真的要离开我了。哎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他了解完我以后，我也想去了解他了。小黄毛呗，那小白脸呗，你这眼光真行。那你给我讲讲你俩以前的事儿呗。我有啥可讲的？过去的事儿提他干嘛呀？不想提。可是好奇心一直在作祟。那这是我的要求。然后小北就开始给我讲起了他俩的故事。那段儿也挺好的，有点吃醋。我就发现了一些问题。B 重 B， 哎 ，B 有俩 ，B 有俩。哎，咋了？你这天天这么玩也不行啊，你不得找个工作啥的干干吗？明天有个面试，我明天就去了。你这去，今天玩一会儿行吗？行吧，那你玩吧。你是有钱了，我给你转个。我俩在一起所有的生活开销都是由我来承担的，但其实这些都无所谓。我发现这个人人品有问题。哎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开个饭店。看我这手里也不是差七八块钱，那好事儿啊。那我现在说没有，那我马上给我爸打电话，我管他。你咋来的呢？找工作了，来这玩儿了。玩儿？哎，都有零用钱，还要玩儿啊？我现在那边着急等着呢，没给人家，弟弟这着急呢。他还动手打我。李姐啊，有活玩吗？哎，我有钱，我能差你的？快拿来呀、啊！我走了。一会儿我媳妇就送过来了，接着来，快点不是你看一下这玩意儿？哎呀妈，你来正好，快！我刚刚给你打电话呢，快快，把钱给我给了，快点爸，别整，赶紧回家！哎呀，把钱给我给了，快点，快点！你在这我就没有钱。哎，别在这吵吵，你赶紧把账给我结了，再回家出去吵吵去。赶紧回家，别在这儿，别他妈回家，别，给我滚啊！满意了吧？我说你这都碰上啥人啊？我跟你讲我的经历，你笑什么呀？你是在嘲笑我吗？我没有。完了，你要想找没有经历的人，你去幼儿园找啊。不是，我真没有。就你这样的人，你处什么对象啊？你能处上对象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咱俩当个普通朋友。如果你不愿意，你直接拉黑我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哎。